浓妆妈妈爱漂亮，家人大呼受不了。我其实还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，因为我妈妈说我一出生就很爱漂亮。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化妆到一个小时以上，要化妆、换衣服，换到我喜欢我才出门。小孩子，他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会不会太三八二化了一点？”你穿这样哦，邻居也是一直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做特种行业。今天晚上九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